第十六课：朱德的扁担。一九二八年，周德同志带领队伍到井冈山，跟毛泽东同同志带领的队伍会师了。红军在山上、山下不远处就是敌人。红军。 要巩固井冈山根据地，粉碎敌人的围攻，需要储备足足够的粮食。井冈山上生产的粮食不多，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乡下宁干的茅坪去挑粮。 从井冈山到毛坪，来回约五六十里，山高路陡，非常难走。可惜没字吊梁，大家拖着去周达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吊梁，他穿着草鞋，带着土里。 调剂两室，跟大家一块爬山，白天吊梁爬山，晚上还重重整夜整夜的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。大家看了心疼，就把他那根扁当藏了起来。不料周大同志。就打 又找来一根扁担，写上“巨大的扁担”五个字。大家见了，越发敬爱主打同志。不好意思，再藏他的扁担了。